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要做菜了。第一，我们要煮豆腐麻糊。第一，我们要准备豆腐，一般豆腐大概50公克，且变成一块一块。第二，我们要准备鸡肉，大概50公克，且细细的。啊，调料的话要蒜头且细细的啊，辣椒也要切细一片一片，还有一点点葱。啊，分要准备辣椒酱、酱油、盐巴、胡椒粉，一点点水。要开始做了，第一我们要先锅打开，锅子让它热一下。热的话再放一点点油，弄一弄，让它全部都有在油里面。还有让它有一点点火，再放下去。生意了吗？那现在要先放蒜头、辣椒，炒一炒，让它有一点黄黄。味道出来了，再放葱。炒一炒，再放鸡肉，炒一炒，要让它黄黄。火让它弄小一点，豆腐拿过来，等一下再放，现在没放过。油晃晃了，再放豆腐里面炒一炒，让它水。不要一直炒，等一下豆腐会坏掉，让它这样防止放一下。让它煮，分哪个？分要放进去了，第一要放辣椒酱，放一点点就好，酱油。再放一点点就好。还有放，再放胡椒粉。
再放一点点水。啊，让它滚一下，再拿起来。Panggilan kepada 503-325-325-325-540 dan 532. Sekarang 503-425-335-361-425-540 dan 532 sekarang. Panggilan juga kepada Vika kesini juga ya. Terima kasih.让它混一下，就可以拿起来了。OK。Minta piket kantor 2 orang dong。再放一点点香菜，这样就可以了。Panggilan untuk Wastini dan Tiawati。